我没看到凡凡落东西啊，你说他落什么在你这儿了？什么也没落。你耍我啊？那天之后你总躲着我，我还只躲了小 K 和傅撮，我要不这么说你也不会单独过来。哪天啊，我不记得了。阿杰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是不是对我有点意思？要不那天你也不可能亲我。我那天就是喝多了，一时恍惚。再说了，都是成年人了。我觉得我有点喜欢你，请你考虑做我的女朋友吧。啊，我有点头晕。安杰，你要不答应我，我就跪在这儿不起了，我真的不起了。安杰，不做男女朋友，当兄妹也行啊，我们慢慢处。烧腿了。嗯，你呢？还疼吗？那就好。那你心疼吗？你站门口干嘛呢？哎、那个他们休息了，睡着了，咱们走吧。啊，那我把东西放进去。啊，不行。那个他们睡觉很轻的，咱们还是别打扰他们了。下次来。啊。啊，嗯，行，那我们改天再来。啊，走了，拜拜。天真蓝啊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望过蓝天了。唉，我也是啊，行程多，工作忙，我也很久没有好好看看窗外的景色了。我都想起来了，袁叔叔并没有把我妈当作替罪羊，我妈是为了还债挪用公款，最后自己去自首的。我做了这么多错事，你对我很失望吧？其实是眼利用了你。原来是我因为记忆被修改，才有了这些虚假的仇恨。我开发新斗罗大陆，原本是为了打造一个正义的英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收获友情和快乐。可我终究不是那个英雄，燕是我创造出来的怪物，也是另一个我。小程，对不起啊，你出现在我身边这么久，我都没发现。
我这个朋友啊，也是真的不称职。云帆。